团 aespa 出道是因为世界观框架引起热议，除了四位成员 aespa 同时拥有四名 AI 成员存在于元宇宙，进入 aespa 就谈到对世界观的想法。 Winter 表示一开始对元宇宙的概念很陌生，卡琳娜也担心新颖的设定大众无法接受，而聊到 AI 成员时，卡琳娜说到虽然实力不太好但是很努力，宁宁则认为跟他们不太熟，只是商业关系。另外当被问到什么是 AI 成员无法取代的，机器人幽默表示如果回答人性美会太老套吗，没想到宁宁则是吐槽他们根本就是舞痴，让许多网友看了纷纷笑翻直呼舞真的跳得蛮糟的，连成员们都认证了真的是商业关系，意外掀起讨论。